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妙音护肤小课堂。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为什么很多国际大牌护肤品当中呢，都存在光果甘草根的提取物？光果甘草究竟是什么？实际上说白了呀，就是一种植物，属于豆科甘草。那光果甘草对皮肤到底有哪些好处呢？在光果甘草的根部和茎部的组织细胞里面，富含着抗氧活性非常强的皮肤脱色、淡化色斑的成分，那就是光果甘草锭和光果甘草素。经过大量数据显示啊，光果甘草根提取物呢，又有着抗氧化、抵御阳光紫外线、防晒、消炎杀菌、美白淡斑的作用，所以呢，又有着黄金美白的美称。TST 凝时真颜美肌精华液当中呢，富含光果甘草根提取物，搭配马达加斯加香果兰的成分呢，起到双重净化、抗氧化、抵抗阳光紫外线、美白提亮淡斑的作用。用完之后呢，皮肤细嫩白皙亮泽。